去工作，比如说去配音啊，国庆小假期全部拿来配音，然后再拍几天的拍摄啊，然后我就要开始回家休息一阵子了。然后大家也不要太想我，因为我也要像平时老跟你们说一样，都陪陪家人了。这环境上现在还是挺不舍的，然后也感受到了安徽的美景啊，绩溪的美景啊，还有稻田啊。然后大家多多期待与支持吧。明天我就要开始配音了，还是有点期待的。我也会努力专心认真地去学好台词，希望大家能看到进步，会越来越好的。然后我先去明天先感受一下，然后再告诉大家我的感受如何，好吗？好好陪家人，认真工作，好好读书，好好学习，加油。